邯郸冬至夜思家。邯郸一里粉冬至，抱膝灯前影半身。向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邯郸冬至夜思家。邯郸一里粉冬至，抱膝灯前影半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邯郸冬至夜思家。邯郸一里粉冬至，抱膝灯前影半身。向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冬至，冬至既是节气，又是一个传统节日，在每年公历的12月21日至23日之间到来。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白天最短、夜晚最长的一天。这天之后，白天越来越长，夜晚越来越短，和夏至日正好相反。冬至之后，气温仍然继续下降，并且开始进入数九寒天。